今天天气真好，适合来一杯。咦，天上掉下一堆啥？这是啥？鸭脖、鸭翅、花生，这是哪路神仙给我安排的下酒菜啊？闻着这个鸭脖的味道，直流口水。这肉质也太劲道了吧，香辣爽口，回味无穷啊！酒和下酒菜都有了，要不要来我阳台喝上一杯？抖音。是谁又在我阳台扔一瓶酱小白？还有一包啥？看着挺好吃的耶！哇，怎么这么多哦？这牛肉也太香了吧！闻一下，我口水都要流到一楼了。芝麻、辣椒包裹着整片牛肉，这肉质也太紧实了。掰一块下来试试，好劲道，好好吃啊！实在忍不住了，麻辣牛肉配酒。抖音。哥，今天学校有人送我盒雪花酥给我，你就收下了。我最爱这个雪花酥了，里面有好多种口味，牛肉加上各种好吃的口味，奶味浓郁又不腻，特别好吃。你尝一颗嘛？别打岔啊，是不是给微信了？我真没有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是我给了你的微信。抖音。有一个哥哥的好处就是每天都能有糖吃，昨天吃麦丽素，今天吃芒果软糖。一口咬下去，芒果味真的好浓郁啊，口感软软糯糯的，浓浓的芒果香在嘴里，真的像是咬了一大口芒果一样。这个芒果软糖还会爆浆呢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你都吃大半袋了，牙疼的时候别喊我哦。抖音。